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道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81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来快速的给大家做《地球崛起》系列一款，现在价格已经涨飞上天啊！虽然它是西克小队，它真的会飞天的。这个 Skywarp 还有这个 Thundercracker 的一个组合包，在玩变形金刚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呢。有一些玩具呢，它的铺货量呢，可能就只有一波就结束了啊，所以呢，它的价格呢就会异常的很高，非常非常高，一直涨上去。那么地出的这个西克小队的这两个家伙呢，还有三尖头部队的两人组合包呢，价格都已经涨上去，都非常的贵了啊。目前最便宜的话，台币都要2700-2800以上，可以说是比当初预定的价格呢，已经足足贵了1000块钱台币以上。那我的话呢，在网络上呢也找不到比较好的价格。前两天的话呢，突然出现一个二手品丢1800。结果呢，我慢了1分钟，没有标到啊，被另外一个人买走了。那索性买走的人呢，还是我的朋友啊，也是认识很多年的老观众了啊。我就跟他说，哎，兄台，这样吧，你这东西呢，先寄到我这儿，让我做个开箱，让我摸摸这个不容易买到的这两个家伙怎么样？对方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啊。那么这个朋友的话呢，在台南呢，还是有做一个餐饮店的啊。我的话，我把链接打在里面啊，帮他打个广告也可以吧啊。其实我去过他店里头很多次啊，里头有很多变形金刚还有漫威的模型，如果你有到台南来的话呢，各位可以去走走。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做这一款，它是西克小队嘛。那其实它的这个模具的话呢，是之前经典系列的模具呢，下去做一个放大，还有稍微的小改模而已了啊。那由于之前的话已经给大家拍过 Starscream 了，所以这一集的话呢，我们就用一个飞机的形态呢做一个开场。它的一个载具的话呢，就很经典系列的感觉。那这个地方这个空啊，我们还是比这个好了啊。这个有个大大的空洞，可能是它载具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了啊。那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一个起落架啊，其实并不是，它只是连接飞机的这个尖头跟后面这一段的一个连接部位而已啊。那这个的话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色差，可能是它载具情况下上面来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其飞机的这个顶盖的话呢，这个驾驶舱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开的，我这个是一个透明件，你可以左右去压，但是呢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开，你它转是可以转动，但是不是正规的一个开法。那这个是 Skywarp， 那以这个经典系列，当年的那个经典系列的话呢，我是唯独漏了这个 Skywarp 啊，我觉得 Skywarp 好像特别特别的容易去断货啊，不知道是黑紫色比较好看，还是说它的出货量就是比较少。那一样可以看到这一块啊，色差稍微有一点大。那由于是黑色的关系啊，所以它的一个身上如果有什么缝隙啊什么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严重了啊。那这三个家伙的话呢，算是摆起来也是非常有气势的。虽然说在变形啊，还有一些总体表现上面的话呢，不如围城系列的那么让人觉得惊艳。不过呢，这个基于这个角色这个战队的话实在是太过经典了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吧啊，如果价格还是有合理一点的话呢，我还是会愿意的带一组把它带回家的。那我们再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非常经典的地球崛起系列 Thundercracker 的这个模具的。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地球崛起系列非常经典的这个 Skywarp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当这个武器给取下来，我们第一个变形步骤呢，先把这个翅膀呢从这个地方呢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拨开，然后呢向上翻折上去，这里的话稍微错位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太往侧边掰的话呢，这个地方呢翅膀可能会脱落啊。以我手上这两个家伙的话呢，是这个 Skywarp 感觉变形起来是比较安全一点，这个地方掀开之后呢，往下面那稍微错位拉开一下，就可以把这个腿部的话呢给整个给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紫色地方是有一个凸，两侧都有，内侧的话有一个黑色的一个洞，我们往上扣上去，往上扣上去，两腿的话呢再做一个稍微的扭一扭，就可以把这个腿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的话呢往侧边这里有个凸跟凹错开，侧边脚打过来，这个部分翻上去，脚尖脚掌脚尖跟脚后跟呢，就直接的把它给翻出来，这个地方把它给解锁开来，往侧边转过来，到这脚翻出来，腿部的变形呢就算是 OK 了。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手部的话呢就进行一个身体的这个地方呢，往这里这两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银色的一个凸，我们把两侧往内压一些些啊，才能够方便的把这个结构呢给进行一个破坏，才能够把这个部件给翻出来。然后呢把两侧手臂往外翻出，再来的话呢，这个地方的手放下来，以及呢手部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捏住这里啊，它的一个打开的一个点的话呢是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捏住这里把它往外拉出来，然后呢整个手臂呢就可以解放出来。这个凸的话呢要压下来啊，跟这个地方挨在一块，再把这个部件呢往回盖上去，拳头的话呢调整到正常机器人的一个角度，手臂的话呢就算 OK 了。另外一边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捏住这个地方往外翻出去啊，因为它的一个转轴是在这，所以从这扭出来，把这个手臂的话呢透过这个双动关节再翻出来，这个凸呢往下压，这个地方盖回去。好的，到这个时候呢已经变形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剩下头部而已。头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你只要稍微往下稍微折一点就可以翻下来了。翻下来之后呢到这里的时候呢先将这个部件呢往下往上做一个翻折，再把这个部件呢往后面翻出去，人头的话就露出来了。再来就是把这一块部件呢给塞到身体内侧去，顺着往内塞就可以了。然后呢将这个身体合起来，合的时候呢是记得啊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紫色的部件呢要压到银色部件的内侧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往上面压啊，从这个地方一个银色的倒钩从后面勾住，这样一来的话它的身体的一个稳定度呢就会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再把这个飞机的头部呢往后折下来，哎，这样就行了。最后呢就是将它的一个奶射线的这一个装备的话呢再安置到它的一个肩膀的两侧。如此一来的话呢这个由经典系列的模具呢稍微改变一下就成为一个地球崛起系列的一个新模具啊，变成一个 Voyager Class， 变形过程呢就大功告成了。那我们的话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Thunder Cracker 的一个变形过程。人形态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虽然说呢是一个改模，但是毕竟体型有放大啊，拿在手上的分量感的话呢也是相当的可以吧。那后面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啊折成这样之后呢反而是比之前的模具的话呢感觉要再稠一点，这个之前在做 Starscream 的时候也跟各位提过了，不过呢在玩具柜里头呢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它还是做一个正面的展示吧啊。那我大概的话呢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好了啊，刚本来想把你拿起来但是我很怕你又喷溅啊手臂的话平举没有问题，二头肌的话呢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手肘的话呢可以弯到超过于90度一点点，拳头的话呢无法转动，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而且它这个头部的表情的话呢是三个里头呢感觉是嘴唇周围紧闭，也是我个人觉得感觉是最严肃的一个。那胸口的话呢这个内部的这个像是涡轮的这个转扇的话呢是有特别的铁灰色的涂装，胸腹的话这一带的分色比较明显，蓝啊银色啊还有这个铁灰，包括这个透明部件，整个胸形态看上去是真的是蛮经典的一个造型了。腿的话呢前方呢有一个裙甲稍微掀开之后呢可以增加脚踢的一个幅度，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一个卡扣记得把它给扣进去。那么这个凸跟凹的这个卡扣啊以这一款的一个紧实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算可以啊，并没有这个其他围城系列的膝盖那么软，这个算是比较好的。脚的话呢有一点点接地的关节啊，之前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呢脚有接地关节好像是地出系列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配置啊，啊可能我之前有某一款玩具可能不小心讲到说它没有接地啊，好像是 RC 吧啊，大概是这样，所以有朋友给我纠正一下啊，这个非常欢迎你们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订正啊。然后呢这一款这个 Skywarp 的一个脸部的话呢算是一个怒吼脸吧啊，那看上去的话呢这个家伙的一个表情算是最为生动的，但是呢这个某些特殊角度的话呢你还是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吧。那其他的可动的话呢也就不再多展示了，他们的翅膀后面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再往后多折一个角度的，因为在飞机状态下呢它是没有特别的一个用处啊，那这个我只能理解到说呢这是人形下的时候呢做一个翅膀大小上面外观上面的一个修正吧啊。那么呢再配合最开始跟大家做的这款 Starscream， 如果你只是单纯想玩这个模具的话呢啊其实没有必要特别的去收这两个特别贵的家伙，中间这款 Starscream 的话呢整体的关节紧实度啊甚至是在这个色差的问题上，由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塑胶灰啊，反而没有另外两款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小瑕疵吧啊。真的要玩这个模具就一个就够了，就中间这个 Starscream 就行了。那这一集的话呢只是纪念一下啊，曾经有这么样一个组合包，我们把它收录到节目里头。那今天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